儿子，别喝了，走了，拔笋去。哪有笋呢？妈呀，我们这院里就有啊！快走，拿着镐头，爷给你留着，你挖着玩的，不然我们都挖了。这儿的镐头，哎，看看，这是我们刚刚在游乐场挖来的小葱。走，这里，给你看看哪有笋。来，你从这直往前走，看能不能看着笋来。来，哇，这眼神啊，又要卡那笋。这儿还有这边。哦。好，这颗，这两颗大的。嗯。好，谁一点啊？看你本事了，深一点。行，那就行。对对对，好，再来。哎，好，怎么样？漂亮，下次再深一点哈。嗯。那个，这个还行。哎，优秀。好漂亮，这根，这根，听你的指挥，深一点。对，刨点土下去。好，来一口，再深点，再深一点。这个下面嫩。再来，用力。哎，漂亮。轻点，轻点，就堆折了。OK， 这个刨得好，可以。这还有，好，这还有两三颗，四颗哪呢？啊，那小的不刨，这个就刨这个好了。那两个再养一天，养一天，明天再刨，后天再刨，深一点。啊，不行。没事。哇，你小笋尖儿拍到了。来，爷给你刨吧。这地方不太好使劲儿，这是啊。哎，好，再来一下。好嘞。那颗明天再刨吧，还可以再长长吧。好，那几颗长长，好好，可以可以。妈，这里还有一颗，藏在水管旁边呢。刨了水管啊。好嘞，收获儿子，先别扒，拿到那边去，捡到一起，屁股底下，屁股后面还有一个，别踩着，别踩着。哎，捡起来。嗯，好多。好，走，收获满满。哇，采了几根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OK， 优秀啊！你看，爷爷后面还带了一根。8我们院里这笋子吃不完的吃啊，妥妥的，可以了。那么大？不行。那去那边还刨不儿子？不刨了。啊，那爷爷去刨。妈，这根都长成竹子了。这根我吃，我爱吃这根。那几根再养一天，明天吃新鲜的。看，这还有一根，看到没？1、2、3、4、5，五根刚好，刚好够吃一顿。别跑了，把这根拿走，来看看，你看这绿了吧？你把这个皮扒一下子，还是不是绿了？是吧？嗯。哎，你看看，是不是翠绿翠绿的竹子了？都是。是。这个也能吃。搞手指盖一掐就能试啊，能不能？妥妥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房车生活。